张译初恋，父母看不上张译，两人就分手了。后来女孩车祸成为植物人，张译一直关心照顾女孩，并且在她跟前说了自己的名字，女孩流下了泪水。十年后女孩还是去世了，采访问她想对她说些什么吗？张译：我也不想跟她说什么，但是我想见见她。她其实出事的时候我们就都知道，其实她维持不了太久，她很棒了，已经，她坚持了十年。